二十四式太极拳的动作要领已经全部介绍完了。初学太极拳时，由于对基本动作和概念不清，容易出现一些错误。上体的常见错误，耸肩，在练习过程中，两肩过紧向上抬起，正确的做法是两臂松沉下垂。移动重心的常见错误，向前迈步时出现身体重心过早前移，使上并拢过紧。正确的做法是五指自然伸直分开，虎口撑圆。云手的常见错误，两手离胸过近，使肘关节处形成夹角。正确的是向前迈步时脚跟先着地，向后撤步常见的错误，后退的脚跟先着地。正确的做法是撤步时后退的脚前脚掌先着地。